再来带你看到肚皮舞大赛，最小的参赛者只有5岁而已，跳起肚皮舞可是有模有样呢。一身红色装扮，小妹妹们在台上一点也不害羞，有模有样的大方展现肚皮舞，看小妹妹扭腰一点也不输给大姐姐们。肚皮舞大赛今年年纪最小的就是她了，今年才5岁，比赛过程眼睛一直左瞄右瞄，频频回头看其他姐姐们怎么跳，不然就是脚步总是慢一拍，爸爸妈妈也紧张着相机要帮孩子留下纪念。韵律感应还不错，可是她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比较容易怯场。全场除了肚皮舞，大家也花招百出，有人拿起宝剑夹在头上要平衡，还得边做动作边跳舞，另外各色彩带也拿出来秀，让全场充满了浓浓的异国风情味。记者林佩佩、陈苗生台北报道。